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我呢係會就住總目82屋宇署嘅部分呢係發言嘅。有關於屋宇署部分嘅修正案呢總共有八條。其中呢有六條呢都係我提出嘅。咁牽涉嘅部分呢包括削減屋宇署嘅全年預算運作開支個金額呢係超過11億。亦都有包括屋宇署員工嘅個人薪酬係7億9千多萬。一般部門嘅開支是1億9千多萬，咁仲有三個嘅數目相對係少啲。頭先梁國雄議員咧就都好心水清，佢發覺咧今次屋宇署嘅修正案裏面咧係冇針對人嘅，啊冇特別針對，譬如屋宇署署長啊，要削減佢嘅全年人工啊，咁喺呢八項嘅修正案裏面咧都冇一項係咁樣。咁其中一個原因，梁國雄議員就話啦，佢話哦，因為呢個屋宇署署長啊，歐在佳咧已經唔存在啦，咁樣係屋宇署署長前任屋宇署署長歐在佳咧，就喺今年嘅三月底咧就退休啦。啊，佢嘅喺政府服務咗39年就退休休假，而家新任嘅屋宇署署長咧就叫許少偉，咁但係咧。就唔好以為我哋一陣間講屋宇署嗰啲問題咧，就唔關事喎，即係換咗個人啊！即係之前歐在佳嗰啲就走無對證啦，啊，即係走咗梁振英嗰啲，你問唔翻佢啦咁樣，即係可能。但係現任新任嘅屋宇署署長許少偉咧，其實佢都係屋宇署嘅副署長升上去嘅。歐在佳離任咧，政府就話。佢服務政府期間，工作熱誠，勇於承擔，帶領部門為私人樓宇釐定及施行有關安全、衛生及環境方面嘅標準，作出專業貢獻。咁呢啲就行貨嘢，亦都係官官相衛嘢。我哋睇翻今次我哋要削減佢運作嘅開支，究竟屋宇署我哋話千瘡百孔，頭先我將總目82好多指標。拎出嚟數咗一次，大部分都唔達標，甚至要拉低個指標，將貨就價，以冚就船咁樣，係個人嘅問題啊，定係成個政府部門出現咗問題呢？當然，我就會覺得兩者都係有問題。當然冤有頭債有主，即係歐在佳領導之下，令到屋宇署出現咗好多事件，好多被議員質疑，甚至係被審計署咧係質疑。上次我講到咧，就係所謂嗰個針對名人嘅程序啊，下稱特別程序。咁我唔解釋多一次啦啊。總之就係原來佢有呢一個。工作指引，但是屋宇署呢就没有向公众公布这个特别程序，本身固然呢已经是有问题了，但如果署方能够真正依照这个特别程序一视同仁去公平执法，即是你没有告诉我，等于你说警队有些内部指引我不知道，但是他公平执法，没有这个出花招，没有打矛波，没有犯规，咁我都話你唔俾我知，都係話你一句啫。但係原來你運作得好好。但係如果呢個特別程序，公眾又唔知啦，議會之前都唔知啦，啊，而又執行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就成個部門咧都係有事㗎。啊，屋宇署當時咧就積極跟進梁振英個案咧，即係。據梁晶所指，署方在10個月裏面勘查了他地庫4次，包括拆了所有裝修，好像剝皮咁剝到咧，得翻啲鋼筋嚟到調查，連他聘請的專業人士都表示咧，從未見過。署方對僭建個案係如此大陣仗，最終當然事態的結果大家知道啦，即係判咗啦，唔使我多去解釋成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啊，個結局係點樣？
但反過來看，梁振英就不同了，2012年6月被揭發僭建之後，屋宇署的態度是特別寬。你現在是說哪一項的修正案呢？我是說剛才我已經很清楚。全年的預算運作開支。是啦。你要削減屋宇署。418。那我只是舉這個審計署批評屋宇署在處理這個特別程序那裡是出現了問題。我都沒有詳細講那個僭建故事呢，就不深入講了。我講返屋宇署個報告啫，只係唔係申訴專員個報告，針對屋宇署嗰個報告，梁振英嗰啲我唔講啦，主席唔想我即係咁花咁多時間講梁振英。公署呢對於屋宇署嘅執法準則展開初步調查，咁喺去年11月呢正式主動調查呢個屋宇署。屋宇署當初呢展開調查，其實好大程度上呢佢罪名當其時就是覺得屋宇署究竟是否要調查，叫做厚梁薄唐或者是嚴唐就寬梁這樣呢。結果發現上述針對名人那套特別程序呢，首先就是在實施超過半年之後才對外公布，公署認為呢這樣做呢實在是過於緩慢和被動，難怪呢有人會質疑屋宇署的手法。其次呢就是這一套特別程序實行至今已經超過兩年，相關的個案呢是達數十宗，不針對唐梁了，已經講闊翻。但原來屋宇署呢一直都沒有就特別程序呢是制定白紙黑字的指引性文件，直至申訴專員公署向屋宇署查詢的時候，屋宇署才提供一些詳細的解說，即是事後才解話，之前呢是從來沒有正式公布。而其中一句呢就說最遲於三天內到現場視察和調查，更離奇了。什麼叫三天之內呢？即是他是沒有指引的，結果就是屋宇署即使放生了某些人，日後去到立法會呢或者面對傳媒呢都是你很難去追究他。另外根據屋宇署的說法，這個特別程序呢即是當年林鄭做發展局長已經解話了，四大原則：優先跟進，確定僭建物是否存在，釋除公眾疑慮，最後呢就是叫依法辦事，一視同仁。值得關注的是在確定僭建物是否存在呢，絕大部分的個案呢都是第一次視察就確定的了，即是很易確定啊，他俾你不俾你入就說難啫，如果你入到去一看啊，除非個圍牆圍住，否則有些外面啊你都已經看到啊它是否存在的呢。然而那個報告沒有說哪一宗，有一宗個案就是屋宇署要求涉事者解釋，但是遲遲未獲確實回覆，以致調查結果是延誤了幾個月。所以呢有指呢就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呢是暗批屋，即是傳媒說暗批屋宇署呢是偏幫梁振英，因為個案上面呢跟梁振英的故事的 case 非常之吻合，所以有合理懷疑呢屋宇署是為了梁振英破先例，造成唯一一個延誤確定程序的個案。這些個特別待遇不是叫優先跟進原則，變成有個特別待遇，這個呢是我不知道申訴專員公署是為什麼不直斥其非，只是這樣隱晦地說。另外屋宇署對於大部分個案在回覆傳媒或者公眾的時候都有扼要交代視察結果和採取的行動，唯獨是剛才我說的疑案他就沒有交代的，即是又再破先例了。申訴專員公署批評，既然特別程序是為了釋除公眾疑慮的，而屋宇署
在該宗個案中事隔多月仍未向公眾或傳媒公布結果，明顯呢又是違反了這個目的。即是對於申訴專員公署，即是當年黎年臨走的時候做了這件事，但始終他做呢都是做了七成八成，未做最後兩成，就是沒有話到一句說話叫做屋宇署偏袒梁振英。但當然我們提出這個修正案，支持修正案，當然就是要論述這一點。只是單單這一個理由如果是成立，而署方又可以蒙混過關，做了這件事是監察不到的，根本這個署又是應該剛才這樣說，好像南韓的海洋警察廳應該整個取消它，找個第二個機制，找個第二個署去做，建築署做埋啦，即是另外這樣講完了，這個是很大罪，一條罪足以是殺署啊，即是另外呢就是屋宇署那個人手問題、人事問題呢是非常之混亂，是好少這一類的政府的部門的公務員是會有發起這些這麼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講緊是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有超過200名的員工呢，就是曾經在屋宇署那裡啦，是發起一個短暫的罷工，抗議屋宇署漠視人手嚴重不足。當其時啦，歐在佳仲是局長，咁陳茂波都有機會回應過嘅。佢就話屋宇署一直有透過發展局向政府爭取資源。在過去三年在爭取資源方面都有成效。在今年呢，增撥的資源申請呢正是按既定程序機制處理。又話呢明白，政府明白呢署方嗰個人員嘅壓力好大，希望同事諒解。咁究竟而家屋宇署嗰個人手出現咗咩問題呢？2010年992個增至現時嘅1319個。與此同時，部門嘅兩個技術職系公務員職級由307個增加96個至403個。而兩個專業職系的公務員職級由369個增加了128個至到497個。喂，加了是不是代表夠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過屋宇署，我呢就跟個案呢就有那次上過屋宇署，剛剛去工業行動之後幾日，哇，那裡的氣氛呢是差到不得了，是貼曬嗰啲抗議標語啊，點樣刻薄對待員工啊，即係收買人命啊嗰啲喺度，即係個部門衰呢，嗰個渠都塞，廁所嗰個渠都塞㗎，即係成等嘢嗰個渠都塞咗啊！啲員工喺部門貼抗議標語，後來再升級，拒絕為部門作任何加班，係要按章工作，依時放員工，依時翻。放工返屋企，即使署方呢是發放加班津貼利誘員工，都冇任何人領取啊。但署方一路都唔理，冇誠意同員工去傾，員工最終忍無可忍呢先至發起嗰次呢即係叫做短暫式嘅罷工。呢、這個情況帶嚟咩問題呢？長年累月人手不足，無論新樓組現樓組都有沉重壓力。因為屋宇署呢架構比較複雜，簡單而言佢有唔同部門，底下有好多個小組，每組兩至三個人，有啲小組呢只係得一個半人嘅人手，即係下屬共同隸屬三個上級，以二人一組為例，就要處理呢一區約200棟樓宇嘅大小事項，包括落區睇個案、寫報告、監察僭建、危樓失修、處理爆渠、拆卸招牌、批工程費用、驗樓、驗窗、檢查圖則，即講一次都攰。所以你明白身處呢個屋宇署，咁我諗咁多個政府部門其中一個地獄呢就係、是
屋宇署，而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出現，出現了這麼久都沒有人去處理。